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冰山林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充值一个钻，就得到这个角色啦。这个是新角色，等一下会给大家看。好，我是看到裁剪出了新的一幅宇宙恐龙这样的迷你杀手，所以就来抽下，很可爱，限量款的，一定要抽下。九钻第一抽，就是你要开对。我发现到。其实我发现这个翻盘很阴险的，它就是第一次是19，第二次就会越来越贵，然后第三次更贵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次就会更加的贵。所以，我开了这么多次了，开到背包滑板，终于开到了柴犬了，结果它就在第二个，你知道吗？我开了，我都从中间开始开，起到旁边开。都没有开到，就是在中间的第二个，原来它是隐藏在中间的，反而旁边开不到。然后充值钻石可以拿到一些奖励，还可以拿到一个套装给你选择，我免费领取哦，我就领取第一套喽，第一套的骷髅西装套装。这个可以免费领取，可以三选一哦，所以我就选了第一个好了。如果有玩男装的话就可以穿啦，如果有要玩男装的人就可以穿啦。这套蛮不错的，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新角色，实力大神第二次邀请，请新角色就是这个。男生的角色，他叫什么名呢？他叫乔瑟夫，不知道有没有念错。然后他的技能是，当你受到伤害时，还会加快速度奔跑。然后我就用三级卡来升级好了。诶，四级卡来升级，然后马上变四级了。技能四级能够移动的速度是16%，只要你受到伤害，它就会增加跑的速度哦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打排位赛很好用，你要逃跑啊，被敌人打的时候，你要瞬间逃跑，很好用。所以我觉得这招蛮好的哦，我就来试试，装备一下，搭配一下看看，感觉不错哦。如果有4门技能槽是更好的。